请款完请两行啊，下面在这个地方给它一张吧。好，咱们这幅名画图呢，咱们完成了。这个可以说呢，这个整个在画的梅花的时候啊，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构图啊。构图呢，从入到出啊，要依稀合成，先画这个杆儿，然后呢，这个枝干，然后呢再点花，然后再增添呢这个。 细枝，就这样反反复复，一层一层的慢慢的叠加，这样呢，画出来的梅花呢，显得更丰富、更厚重，梅花的这种精神呢，更容易能够体现，可以说梅花呢，咱们有些时候呢，也可以画简单一点的，这个寥寥几笔，就能够把这个梅花的这种精神体现出来。 那是得需要一个大的境界，所以说，需要我们反复的进行练习。好，今天呢就跟咱们大家分享到这儿，好，谢谢大家。